新手妈妈看过来了。网友，我女儿刚出生时从产房抱到病房不哭，大人们还以为她不饿，直到护士查房问喂了几遍了，咱们说她也不哭就没喂。护士说，你们再不喂就再也不哭了，你都有什么样的经历呢？欢迎大家留言，听说长得好看的都关注我们呢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